五台机队友秒倒，先根据监管的挂椅方向继续预判椅子的位置，发一波回旋球，再根据抬手硬直再拉小回旋球，监管回头想摊，硬直完拉个小回旋球，再次救下队友，想骗监管放下失误了，继续摆去博弈，通过砸板救下队友。误认要根据行动的方向回头，红光非常关键，再来一次，往回走，队友再次秒倒，舞台机上移，先通过假动作骗他丢稿，没丢，那么小回旋球先来一波无伤救，不扛刀，下一波闪现好了，根据对方的红光方向进行改变我们拉球位置，闪现骗完第二次闪现又好了，所以咱们提前就预判拐球，电机压好，监管先太懵了。另外有小可爱想跟主播厉害的话，你看课程都有这样的细节教程。